使用高速公路，你们知道要开多久？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有一个调节性的景点，就是奥雷。好，因为奥雷的山景那个，台湾都有的，啊、哦，林口也有，台中也有，啊，都卖什么 Nike 啦、Puma 啦，啊，那个艾迪达的这些东西啦 ，Coach 啦等等的，啊，有一两样，啊，名牌的这样子，啊、哦，都是奥雷的。只不过听说奥雷的那个生产线啊，啊，奥雷的生产线啊比较怎么样？啊，跟一般的正规的啊那个店头的专卖的生产线还是有差，要不然 Coach 在